我们今天 right now 现在就要去滑雪了。这次来滑雪，我选择的车就是上汽奥迪的 Q6， 因为它的空间特别大。走了 ，Let's go， 呼呼，拽，咔咔咔的，快速进入雪场的大动作。嗨，奥迪。打开地图，载着我爸妈去旅行，他们需要一个宽敞的舒适的空间。我们上汽奥迪的 Q6 呢，它是有自带了一个叫花手的系统，在雪地上爬坡啊，或者是有冰的地方，其实都是会稳稳的，完全不用担心它的雪地驾驶会有困难。抖音。